됐던 대로 고 아시다시. 이어 야후발. 전투 준비 완료. 그럼 가볼까요? 좋아. 정신으로 바로 차려. 超丑的啦。 发老人烂东西。 老实说，我比较喜欢这样。 迟到就无法进店，无法装备。我巴适的。啊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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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把刀了。
商城让我那边，对，让我卖这些垃圾，很快就满了。真的假的？八十。我有点想改按键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按键没有一个擅长。누구부터구워줄까 Fight！ 打屁哟、哦！打屁屁屁！别跳帧了、
想着个什么呢？不是后来啊，猴子啊，打 boss 不需要雷文，刚是让自己啊，没死了，我最爱你。
太慢了，所以只能拉一次。完了完了，我要跳下去了。我已经卖光了，垃圾状态。屁啦，这也没有卖。这个我要，这个垃圾卖了。新，物理跟魔法，沉重的铁针跟侵略者中间。哇，随机技能跳跃，你回复致命啊！我觉得还是我目前这一把比较好，这个毁掉的那个终点我根本没办法。练习对阵，懂吗？艾莎，衣服。黑石工保留着，这个是打对战用的装备。为什么要打？对啊，是我其他的都是对战装备装备，然后红色头发比较好看，孤光的恶魔，好，我知道了，고맙습니다이제거칠哇，怎么办？突然就觉得，算了，不要说，说不定这时候不想说。好，简单卖，简单卖。垃圾可以丢，这个也简单卖。행사물도쉬운건아니네요매방
哇操！都要这么多钱？好了，那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先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最新影片，再点一个订阅。点取下方的视频，可以到粉丝团获得最新讯息。就这样，拜拜。梦幻平原啊，不想打。